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IT 职场谈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BA 片如何应对 developer 坚决不服从需求变化，那他该怎么办？的这种情况。杨老师啊，最近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论坛里面贴了一个帖子出来，他说呢，他有一个 developer 的朋友，又一次怒怼了这个 PM 跟 BA，因为客户那边的需求变化了，但是他本人呢追求一种强势码农的境界，对 BA 呀、PM 的需求常常顶撞回去。他觉得如果 developer 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 BA、PM 的需求，来改这个需求的话，就是那这个就改得没完没了了。严重的时候呢，也会跟 BA 跟 PM 发生严重的冲突。当然了，他也为此做出了就是走人的代价。但是如果是 BA PM 那边先低头了呢，这个矛盾也就是算暂时解决了。我就是想就这个例子问一下，如果从 BA PM 的角度来分析，遇到这种 developer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了，一个就是职场冲突。其实我们同学在面试求职总会遇到这种类似的场景的问题啊，怎么应对这个职场冲突？所以这是个典型的职场冲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看一看，在一个企业在做 IT 是吧？项目交付是最有价值的。那在项目组里面就有 PM 和 BA，还有 developer。那 BA 是做需求分析，是不是？那他们分析出来的结果。那由 developer 来经过开发来实现，那么 PM 呢是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的交付，是不是？他担负着项目成功交付的责任。所以说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case 吧。那 A 代表了客户，他提供了这种需求，理论上说 developer 是应该来实现的，对吗？那么说，PM 来保证项目的交付，怎么来保证项目成功交付呢？那就是说，你所交付的所有的这种任务是满足业务需求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，那么说 BA 和 PM，那他们代表了项目的成功交付，代表了客户，所以我们的 developer 理论上是应该来支持的，是吧？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给这个开发带来很多麻烦，因为这个需求的变化嘛，有的需求变化不是来自于 BBA 啊，它是来自于客户的 client 的，那可能会给开发带来麻烦，是不是？他可以采用这种专业的态度，这个三方坐下来谈，是吗？需要多大的 efforts，然后会对项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或者是会对这个解决方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？以这种态度来谈，而不是这种非常强硬的 pushback，或者是摔桌子是吧？来吵架，或者用英语骂人。其实这都是非常极端的一种做法。其实，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，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么强势的码农是吧？那我们看到这种冲突是一定要解决的，因为在一个企业里面，项目交付。是最终的目标，是吧？而这个项目交付是要满足业务需求的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这个 compromise 的，就是这个折中的，是不是？而且现在的这种项目的交付的模式，比如我们谈到的这种 Agile Scrum，也是这种就是灵巧，非常灵巧，大家是一个不大的一个项目团队，然后共同去在这个项目里面去抢任务的，就是你都能把你的这个。能量啊最大化来抢到相应的任务，来提高你的这个 performance，来 build 你的这个增加你的这个 contribution 对这个项目。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developer，我看到他会，比如他的这一个阶段，如果他强硬的拒绝了这个业务需求，是吗？那就是在这个项目的这个，比如在这个 sprint 的结束，他这个任务是没有完成的，那就会在这个任务重新放回到这个 catalog 里面，就是那个任务的集里面。那么在下个阶段就会有其他的这个 developer 或其他的人员呢，就是 pick up。所以说那这样的走下去，那这个 developer 就慢慢就边缘化了，甚至出局了，因为这就会极大的影响到他的 performance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直接影响到项目的交付了嘛。这是这样一个情况，他很自然的就被淘汰掉了。这就是现在这种项目交付开发的这种模式。还有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呢？那我刚才说的处理是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来进行处理，很自然的它就边缘化淘汰。还有一个我们当然了，像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们需要让更高的这个更大的 group 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？然后那也许就是这个 developer 他的 manager 会 step into 来支持是吧？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？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，也许。能帮助我们这个 developer 改善他的这个 performance，这是这一点。那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？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帖子，我也觉得很诧异，因为
这么极端的一个 developer，实际上后来想想，也许这个 developer 是非常资深的，他在 IT 领域做了很多很多年，是吧？然后在他那个年代是技术驱动的，完全是技术驱动的，开发驱动的，是不是？以都是以开发为核心的，那个年代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现在这个 IT 现代 IT 时代，我们强调的是业务驱动，业务为核心，数据为驱动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所有的 IT 的技术，IT 的交付都是围绕着业务展开的，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。说到这个，我最近看到了这个，就是比尔盖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，那个 Facebook 的小扎问了比尔盖茨一个问题哈，他说如果你回到从前，你会给你年轻时候的你有什么建议呢？比尔盖茨说的这个话呀，我觉得就是能反映出他的这个思想的他的这个 mindset 的一个不停的一个发展，是吧？完善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年轻的时候，我认为智商是最牛逼的。他说我只要有智商牛逼，然后我只要把技术放在把所有的技术粘合在一起，我就能做很大的事情，很牛逼的事情。但是他说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，我希望我年轻时候的我能很早的就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。实际上他说这句话是在一个这个 AI 这个时代的一个大背景下面的，因为 AI。我们现在人类所有的人类的天才都会被 AI 所颠覆的，但是呢，也能反映出这个盖茨他的一个 mindset 的一个 change，因为在那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就是一个天才的程序员顶60个平庸的程序员，是吧？那是那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的，现在这个时代是协同合作、共同交付项目的。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，一个是要站好位、守好位，不要越位，是吗？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 developer 是不是越位了？他去 challenge 这个 BA 说他的这个业务需求啊，不停的变更，不够完美，不够完善，实际上他是越位了。要是我是这个 developer，我会以这个从开发的角度、从设计的角度、从解决方案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，而不是把手伸到这个 BA 的这个领域里面说他的这个需求有问题，是吧？哎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预见到这个，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，这个 developer 会出局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在他以后的职业生涯里面，他都不会太成功。如果他的 mindset 不 change 的话，是吧？这就是我对这个 case 的一个分析吧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哈。所以说我觉得从 BA 或 PM 的角度，可能让这个 developer 出局，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处理的办法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你觉得杨老师，你觉得他们如果是站在 BA 或 PM 的角度的话，那这种处理方式恰当吗？PM，我觉得啊，就大家其实在一个职场里面，大家都是一份工作。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，就是刚才朱迪你也说到了，就是这个其实一个好的 candidate，就是你在推你作为猎头在推荐人才的时候，他能做事好相处，对吗？实际上就是其实大家是一个团队，应该协同合作的，而不是互相的拆台，互相的成为一个对手，是不是？互相的难为对方，其实你难为对方的同时，是最大的难为自己，对吗？所以说，这个像这样一个应该以专业的态度，然后都坐在一起，那个 BA 从他的需求的方面来探讨，然后 PM 从项目整个交付的这个层面来看问题，那么 developer 应该从设计实施，包括如果他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跟 BA 和 PM 来进行沟通，是不是？两个人告诉他的难处、他的看法，也许呢对这个项目可以让这个项目更优化，让这个项目更成功。所以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 model，而不是成为一个对手，然后硬性的让他边缘化出局，这都是我们可能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，是吧？那如果这个 developer 他已经离职了，我看到是吧？他已经离职了，那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 lesson learn，对吧？他应该从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，然后呢让自己有一些变化，让自己都是为了未来的成功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。好的，谢谢杨老师为我们的分享。然后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IT 职场谈的所有内容。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订阅我们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以及发邮件给我们分享你的职场小故事。我们下期见，谢谢大家。